这幅超现实风格的油画也是史瓦兹林的作品，很有意思哦。他最近在纽约可以说是非常红的新锐画家，作品很抢手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是非买不可喽。哈哈，真是太谢谢大小姐了，这么照顾我的生意。其实啊，对于艺术品我懂得不多，不过你介绍的一定是好的。对了，等会陪我逛逛街吃个饭，最近好闷哦，有空多陪陪我嘛。好好好，晚上我请你吃法国菜，我知道一家餐厅菜不错的。哎，依晴啊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没看到你啊？啊，你有客人，不打扰你，我就先进来了。哦，他是一个大客户，刚刚还买了一幅画呢。这是下个月水晶特展的行销计划书，这是记者会的流程，上面有五家报社及杂志社的专访时间。依晴，你总是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周到，我想想该怎么谢你呢？赵小姐吗？请问你约我什么事啊？吴小姐，今天约你来，首先是要对你常常照顾新线一郎的生意表示感谢。拿些小钱买艺术品对我来说只是好玩，不算什么。哦，可以抽烟吗？赵小姐，你约我出来该不会只是为了谢我吧？好吧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吴小姐，你跟孟伦的关系……你好像很喜欢他哦。孟伦很帅，风趣有品味，又懂女人的心。我想啊，这型的男人大部分的女人都会有好感的。我承认我很喜欢他。那他呢？你太不了解他了。孟伦说他欣赏女人就像欣赏艺术品一样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风韵，能够一一品味收藏才不枉人生啊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讲得很清楚，我老公有钱但是很忙，我讨厌寂寞的感觉，有孟伦陪我心情愉快多了。那你会为他放弃婚姻吗？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，一个男人让我经济宽裕，而另一个又能满足我寂寞的心灵。试问我为什么要改变现状呢？孟伦跟我说过他很喜欢你，你的工作态度和能力他非常欣赏。哎，我有一个提议。你说说看。我并不想独占孟伦，不如我们一起分享他的爱情。何况啊，我还是新线一郎的大客户，你觉得如何啊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